今天比大家画一幅最容易表现的这种布局，首先背景色就是天蓝色，加一点点桃红几点，白色过渡，然后就是画地面土黄加一点点灰绿色，重色橄榄绿过渡，桦树草地这种远近虚实的感觉，然后等背景色干了以后，再表现远处的，表现远处虚的这个树其实不是很好表现哦，往往都把它画重了，也就是在天蓝色这个基础上。 加一点点那个土黄色，主要就是和远处虚的这个天空融到里面去，就是远处去，然后再表现近处的这个用橄榄绿色加重，尽量不要用橙色哈，主要是用橄榄绿，树叶的色彩就是里边加一点橙色，棕黄、柠檬黄提亮，树干画上，然后大概说拍出这个草的感觉来，水性颜料表现干得快一些。